也不会准到，其实每一个音都是准的，可是你有你自己的味道，我觉得那个是很重要的。是，嗯，然后梁文音的声音，那个真的没话说，那个没有瑕疵，非常的好的声音。谢谢。连高音你都是很轻松的就到了那个位置，那个可能别人要练很久才会到达那个程度，说不定还一辈子都到达不了。小林老师，所以你讲的这点我刚在旁边有注意到。哎、欸，是吗？这不是你们平地人可以了解，我们平地人可能上高要有没有？你会发现他正像你讲的，就好像那个就是，就好像出门早上起来就是哇，就到那里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是这个意思吗？然后一边还在那个、那到小米酒就唱上去了。对、哇，那我们要在那边哦。对，还要很久。哎，对对对，所以这是你的天分。嗯，那我们看看这一组哦，很不一样，外放跟内练谁会胜出？首先看看我们文英的分数是几分，请按灯。他得到的分数非常的高，19分，掌声鼓励梁文英。现场有一种不想拍手但是不得不拍手的感觉啊，19分真的很高了。有没有信心超过19分呢？蛮紧张的。我们现在马上发暗灯的那个给观众朋友，好不好？来看看潘玉文得到的分数是，请按灯。10、12、16、17。17分，2分之差，败给了梁文英。好，我们的潘玉文暂时被 PK。谢谢潘玉文。此刻心情如何？其实还蛮平静的。蛮平静的。就是觉得有点，哦，就是可惜，就是觉得刚刚自己没有表现得很自己很满意这样。对，然后就辜负了，就是我们星光帮大家，就是帮我，对吧？声音越来越小，自行在飞绕了，不要讲太多，还没有一定 PK 掉，好不好？好，先放松心情。不过在这边要恭喜我们的梁文英第一次来 PK 成功，所以他可以得到奖金10000元。在这边两位握手言和，邀请潘玉文到台下稍作休息。在这场高水准的对决下，潘玉文以些微的差距落败了，成为今天首位失败者。马上我们要欢迎这位第一次来 PK 的，先听听他的歌声。 Sometimes I wake up crying at night and sometimes I scream。 这位声音酷似艾薇儿的挑战者，星光帮谁会是他的对手呢？最强的挑战者再度踢馆，请问你今天要指名 PK 的对手是？杨宗。世纪大决战，一秒都不容错过。Good morning。咖啡 lounge。5°C 新鲜冷藏。冷藏线条，品味时尚。博朗咖啡馆，咖啡 lounge， 品尝博朗咖啡 lounge， 享受百万音乐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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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量超无敌！只想看书，不想背书 ，K 吗？到全家，几点送咸蛋超人吊饰共6款，让你必胜每一天。全家就是你家。点点艳红挂枝头，片片金黄装大地。2007最甜蜜的季节又来临了，阵阵凤梨香，粒粒透心凉。凤梨文化观光季为您送上果中极品呆玩熊丁。5月26号到6月3号，结合果香与文化的丰富之旅，高雄县大树乡凤梨文化观光季将是您最甜蜜蜜的回忆。哇，卷度好明显！哎，充满空气感的卷发，哪一个最适合我呢？这就是我的大波浪，丝亦欢大波浪柔卷慕丝，用软式塑形魔力令卷发像缎带般柔软有质感，大波浪曲线摆动最自然。这就是我最对味的型，
找对型，像自己，思亦欢 ，Very Fit, Very Me。我是陶晶莹，您现在收看的是《超级星光大道》。哎，怎么每个人都有？就是要每个人都有。花旗信用卡人人得利，每刷满三笔888就有双倍的红利回馈。要拿红利，快打02-2576-8000，周周再抽 Suzuki Swift。用 yogurt 的方法做优酪乳，喝的 yogurt 植物脑优浓优酪乳。16岁台北人吴艾伦，年仅16岁的吴艾伦，年纪虽小，可是位气质出众的创作型才女哦。袁老师已经笑开来了，听到她的声音，觉得非常特别，有一点点像这个 Avril Lavigne 的感觉，然后整个样子也非常的有艺人的特质。感觉你已经给她5分的感觉了哈。今天你要来 PK 的是指名 PK 刘明峰。为什么选择刘明峰？因为我们都是创作人，创作人就自己写歌，自己写歌是不是？好，在这边刘明峰答应吗？答应。刘明峰，你要小心啊！你常常败在这样的，你知道小妹妹的手里的感觉。对。好，刘明峰，请出列。我绝对不会输你，欢迎拿出我的看家本领来。同是热爱音乐、热爱创作的两人，将以创作曲对战，快来听听他们的作品吧。谢谢艾伦的演出。好，我们在画面上看到这个小小陈慧琳的感觉哈。好，来，那刚刚就是他在唱歌的时候，你是困起呀？没有没有，我是闭上眼睛在听，在听。今天人家有带吉他，你带什么？我也是带吉他。带来哪一首歌？因为我就是初赛，就是到现在，然后就有很多。就是支持我的人还有朋友们，他们就来我的 blog 留言 blog 好 OK 到布拉格去留言，想要再听一次就是完整的依恋，这样依恋是不是？对，所以我今天带来这首歌，掌声欢迎刘明峰。